请问，所以可以说超速是这一次肇事的主因？的确，就是超速，就是这个车辆会超越轨道行驶出界之后连续发生碰撞的客观原因，的确是因为超速。那我们在记录当中有没有看到说司机员反映说异常的状况？司机员的说法现在我们还在交互比对中，因为车上的服务人员不只是司机员，还有列车长，还有服务员，那加上刚才跟大家报告的行控中心都会有通联还有通报记录，这边我们会再比对。